今天又给你们安排一个198的鸵鸟蛋，198一个啊，超大个鸵鸟蛋，这是正常的鸡蛋，这是正常的，这是不是很大的鸵鸟蛋啊？给你们开开看一下，哇哇啊！我操，这个蛋壳无敌了，好厚呀、啊！哇，看，哎呀，你们掀开看一下，外边有一层蛋膜。哎呀，这是个混蛋，看到吗？那个蛋清你才是混蛋，这就是个混蛋，你才是混蛋。它的蛋清跟那个啥混一块了？没有。来给你们看一下子啊，浇个小料汁吧。哎呀好热哟。咦，是混蛋吗？一下没见黄。哇，还挺香的。不是我装的烫，它是真的很烫。大火蒸了不到三个小时，七七43个小时。这一口一个啊，这一口一个。哎，那个太热了，我怕你们着急，给你们来个钢化蛋吧。嗯，